又来推荐这个了，诺特兰德的这一款 DHA， 这个拍下点进去看一瓶的话它不划算，一瓶是69，但是你拍四瓶只要149，建议拍四瓶的。 DHA 这个东西真的是建议像一些孕妈妈们呀，从孕期都要开始补充，像宝贝的话从6个月之后，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一直在补充 DHA 的。现在就是像生完两个宝宝之后，我都觉得我就有点那个记性不太好，我最近也开始在吃 DHA 了。这一款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吃的，像小朋友的话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，我每天也是吃一粒。我们补充 DHA 一定要选 DHA 和 ARA 相结合的，它的效果会更好，而且还一定要选每粒 DHA 藻油不能低于100毫克的。诺特兰德它的这一款叫 DHA 藻油 ARA， 两者相结合，每一粒都含有100毫克的 DHA， 100毫克的 ARA，他们两个搭配起来会更好，二合一助力咱们宝贝的脑部更好的发育。选用的是猎狐藻，没有鱼腥味，小朋友会很好入口，很好接受，并且它还通过了老爸质检，就是你会吃起来更安心。一瓶里面有30粒，就是一个人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，不管是儿童、成年人、老人，就只要觉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，你都可以补充，特别是咱们家的宝贝儿童成长黄金期更加需要。